Thank you.
妹妹，你的愿望是什么？我想去太空，开一个超市店。我想变成很漂亮，超级超级漂亮的公主。妈妈，做蓝色小小金刚，当一名超人。每一个新房等待了去永远。我的愿望是喜欢城堡，喜欢涂画画，喜欢吃饭，喜欢拖地。我要在那个竹子里面吃面。爸爸喜欢，妈妈喜欢。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？没有什么最好，最喜欢看的电视是什么？还记得这个小时候名侦探柯南。小时候最好的一个朋友，记得。我那个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？就是想当老师。现在的梦想是想。